自幼生长在这南关，这里是东海龙虎，是阻挡海妖屠戮中原的罪魁祸首屏障。那一年，千年龙妖作怪，欲夺取我爹守护的镇关之宝乾坤剑，大开杀戒。顷刻间，镇关关陷了一片火海，担心死伤无数。 是，上，总算找到你们了！偷东西的贼，别跑！把我的电击还给我！给我抓住他们！抓住他们！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你，啊！
超不动，要不要帮个忙呀？哎，来得正好，哎，换把新的啊，大一点的啊。其实那个封印呢，我没有烧，是胶，倒也撬不开，这一点动静都没有呢。别老头那东西呢，缺斤少两的，一撬就断了。 当年府林大人是用那把剑封印，哎，那把剑呢？那把剑10年前封印龙妖的时候就断了，一点用不着。哎，总比那个铁匠的假货好啊！对。哇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今天早上，哈哈，不过我还是排第二，你才排第一。那当然了。哎。 遵命。静儿，你怎可领教不改，横行事法？你这样做，手足和面对陈塘关的百姓。哼，也知道对你的照顾不够。可是你已经长大了，你一直要胡作非为，你对得起你娘的在天之灵吗？哎，我娘没死。住口！你跪在这里想清楚，想不清楚，就不要出去。 陈塘关突现数只妖物。
现已乱作一团，哪里来的妖物？马上集齐人马！是。这里来的妖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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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
没事吧？把他打出地狱死了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能放他出来。是。大人，当真要将少爷送去东域死牢？他若是留在神堂关，迟早会生出祸端。可是。不必再说了，我意已决。是。夫人，静儿大了，我管不了她。放你在天有灵，能护得周全。少爷，我们这儿赶了一天路，委屈您一下，今儿晚上就搁这儿休息了啊。识相的，就快点把我放了，免得我兄弟将来来救我时，你们连喊一句救命的机会都没有。今天都说了15遍，16遍了。对，16遍，哪一遍来救你了？他今天晚上一定会来救的。少爷，省口气，来暖暖身子吧。我不考，要考你们自己考。我要等我的兄弟过来救我。啊！
兴的兄弟，兄弟被抓进了大牢，还有心情在这里吃鸡？哎，也是啊，像李靖这种人，哪会有什么兄弟？兄弟们，喝酒去！好。说什么？不是我说，是他，哎，跑了！我把他追回来。我。你就是胆小鬼，还到处自称是李靖的兄弟，你不配。靖哥，喂，你们怎么了？不要吓我呀！不要理他们，不认识，来帮个忙。你是坏人吗？哎，我当然不是坏人了，这其实他们才是坏人。你别看他们穿着衙役的衣服啊，其实他们是人贩子来着。啊，你好可怜啊。就是嘛，你就做个好心人。谢谢，舒服多了。对了。这三更半夜的，你怎么突然一个人在荒郊野岭出现？实不相瞒，我本应陪着家父去朝歌经商的，没想到半路却遇到了劫匪，家父也惨遭毒手，结果就剩下我一个人流落至此。我走啊走，实在是没有力气了，就只能在这里唱歌缅怀一下。实在是太可怜了，没想到姑娘跟我的身世竟然如此的相似。其实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娘亲就离开了，所以我最清楚没有亲人的那种孤独。公子，没想到我们也是同病相怜，不如以后就让小女子陪着公子吧。小女子愿意为奴为婢，一直陪着公子。你误会了，我又怎么可能是乘人之危的那种人？既然我和你这么投缘，不如这样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啊？怎么了？不方便？那好吧。这边请。就只有这一条路。还未请教，姑娘你芳名？小女子红福。哎呦，好好听的名字啊！我叫李靖，木子李。来，去那边坐会儿。到了，到了啊！来啥呀？来酒行不行？麻烦你了。来，给我倒上。摆上。这肯定不错。这种场面的情况，站住！既然来了，着什么急走啊？给大爷喝一杯呀！大爷，喝一杯啊！喝一杯啊！各位大哥，我看你们是误会，其实我们两个
还没成年呢，不能喝酒，打扰了。怎么能？你说大晚上的还这么一个水灵的姑娘，遇到坏人怎么办呢？要不哥几个保护一下？哎，我们保护啊，我们保护。但是这真不能喝的，靠边。给我打个靠！将军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有我。师傅，这妖女我们该如何处置？连老夫都靠不到，或许这便是妖的残魂而已。此妖的本体出现，别说你，连老夫……那这锁塔可否镇得住这妖物？只是一缕残魂而已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本妖的底细，以免妖王现世。何联系？什么妖女？我们才刚认识的，我不知道她是妖女。再不说实话，我就杀了你！你们说啥有啥？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天灵？擅闯昆仑山城，斩！是是。喂，是什么事啊？哎，哎，连霸，终于有一个人是讲道理了。先把此人双眼挖出来。再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，剁成肉饼，这才刺激嘛！剁真人，昆仑山的剁真人是吗？陈塘关李群的儿子李靖啊！我经常听我爹说起您的，仙风道骨，玉树临风，没想到见到真人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、啊。这次爹让我来呢，是跟您老人家学道的，跟我学道？当然。想当初李全那臭小子在我昆仑山借了把大宝剑，至今未还，现在还敢让他的后人来，拖出去砍了，拿一把钝点的刀让这小子吃点苦头。是大堂，其实我这次来呢是谢恩的。谢？对，接着说。自从呢他把那把刀弄坏之后呢，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，就感觉自己一夜白了头。当然了，他虽然一夜白了头，但是真的白的没有你那么帅。所以呢，他特地让我准备了一些金银珠宝啊，美酒佳肴啊，就拿过来给您摆一个不是。哦，过几天就到。李全这小子，我们得要用好心。当然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摆事啊！等等，哎呀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哎呀，好徒儿，来来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呀、啊！还有谁？听说呢，这昆仑山就像神仙仙境一样，尤其是这里的上古神器特别的多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哎呀，这个别的不敢说，天庭的神器啊，在我昆仑山是只多不少啊，就像离爹界的那把神器。在我这儿，只不过大概一把了。哇，那徒儿有没有荣幸？你开开眼界。这个，乃是我昆仑山的境宝，哪是你想见就见的？又是吹牛，怎么可能比天庭的多？没准儿，一个都没有。你这个臭小子啊，干嘛来？
哇！瞧瞧瞧瞧！师傅，可否送徒儿一剑，让我出去冲冲门面？哎呀，即便是师傅想赏你，也未必能带着走哦。啊？那是为什么呢？这些上古神器啊，经过千年的孕育，早已经有了人性。与其说是卷神器，不如说是神器卷主才是。玄主，瞧见没？为师修炼了百年，才受到了紫河神的青睐。你想，快倒的！我。师傅，这个写了这个。那你拿来看，好像个玉米呢。喂，那边怎么了？我就不信抓不到你。所有守卫日夜坚守四周，凡有异动立即向我汇报。是。这陈东关怕是要不太平了。亏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可惜是个妖怪。你不是走了？在走之前呢，跟你打个招呼，毕竟相识一场。所以你是不打算救我？救我？我平生最痛恨妖怪了。要是我说我能救你娘，你是怎么知道？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是唯一能帮你的人。我封印的钥匙是一颗七彩明珠，在藏宝阁。藏宝阁这么大，我该怎么找？这个宝珠十分珍贵，你试试看藏宝阁有没有暗格或是密室。李靖竟敢擅闯藏宝阁。那你别欺人太甚啊。师父，李靖他擅闯藏宝阁，图谋不轨。你敢臭他，为师早就知道你对宝塔有意思。这只不过藏宝阁是大师兄看守的嘛，你要夺宝
答应他。哈哈，大师兄，之前我不还手不代表我怕了你，要是有斗争格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连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啊。那就领教。喂，去到了吗？没有。那你回来干嘛？不怕他们发现吗？过来陪你啊。你一个人在这里还挺难熬的，而且还加上这些锁链啊什么的，那么辛苦，快可怜了。陪我？自从我娘走了之后呢，我就知道孤独是多么可怕。既然你能答应叫我娘出来，那你就是我的朋友了。那我又怎么可能让我朋友一个人待在这儿呢？对吧？朋友？哦哦对，不就是朋友了？反正呢，拿到宝珠之前呢，我会一直过来陪你的。再见。来。我如梦缠绕在你指尖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又摔了腰上。那不然真的吗？看我满身遍野的粉。喂，是你是那是哇，你搞什么呢？哎呀，师兄，师兄，是谁想要？我的！你们每叫我一声，我就送你们一幅美女图，我肯定不会告诉大师兄的。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如如梦缠绕在你指尖，爱是你我永远不断的。来来来，与你牵手从游荡人间，下。如如梦缠绕在你指尖，爱是你我永远不断的。厉害吧？哈哈哈！哇！小林，看不见了吗？让你以后打架，知道你出去。这个东西真好吃，我还是第一次吃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叫点心啊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？以后我每次来，我都带给你吃。嗯，笑起来真好看，小笑话。其实我可以教木工。对呀。
清近不少人。那是，我们师兄弟的绝活都让他们学了。哇！小子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啊！动！干！哎呀！干！大少！亲爱的保护去了。在哪儿啊？啊，在这儿呢，娘，你过来抓我呀！
是在叫我吗？把断剑的残骸拼在一起，就能打开封印了。我不会再相信。不信我你还救我？难不成你喜欢我？那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感情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骗我的问题，知道吗？那可明明不是什么宝珠，那可是万妖丹呢。那我吃了万妖丹就能妖力大增，自然就能打开封印，这也不算骗你吧？那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我会靠我自己的方法去救我娘。你确定你不会后悔吗？再见。喂，靖哥，总兵已经知道你出逃的消息了。这二日龙印也有破风的征兆。我刚在总兵府听到总兵下令，明日午时便集合天地间的能量，将封印彻底摧毁。以防你回来继续破坏封印，惹出祸端。喂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。据我所知，断剑的残骸在三个人手中：陈奇、我爹的得意助手，每日鸡叫准点起床的六哥，算得上是陈大官第二大武将。不光武艺惊人，体力更是惊人。不知那人一人敢靠近，就连我爹也要退避三舍。练武之后，会准时去王家禁卫馆喝斗争。老板会找官吏，拿出最馊的陈年斗争。他想，由于是陈年斗争，里面多少会有些酒精成分，喝完即会断片，这也是唯一有机可乘的时机。另外一派看守者是秦虎，舅舅，陈大官关口的金牌守卫。自我母亲消失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上半个，整日守在陈大官关口，严密地查看每个进出口，可疑的人，杀错。站住！肚子里藏的什么？能藏什么？这就是我的肚子啊！没藏什么。平常人哪有这么大的肚子？老实交代，你是什么妖怪？秦虎叔，是我，李靖的发小。你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小时候还抱过我。我的肚子从小到大都那么大的。少来这套！什么时候抱过一个妖怪啊？走，详细检查。走。最后一块放在城南的仙湖处，不过具体地址我也不太了解，只知道那是我爹最放心的地方。仙湖，那交给我吧。那我怎么可以确定你不会再骗我？现在我是你唯一的选择。那个秦虎是你舅舅的话，你去比较方便。最后一个呢？什么？陈奇？我已经有了最佳人选。哥，以你英勇的身姿，英俊的脸颊，这里有一个非你莫属的任务，搞定陈奇。啊，陈奇，
道没有那么简单。小孩，你可知道这湖中有断剑残骸？我知道啊。你可知道如何取得？你是取不得的。年纪挺小，口气倒挺大。残骸就在这湖中，能取的话你取了便是。装神弄鬼。哈哈哈哈哈！最无脑的心境，可照出人的贪嗔痴、真善美。倘若你的真心可以打动他，自然可以拿到残骸。身上偷东西，说有什么阴谋？我说带你去总兵府，看你说不说。我有阴谋。说。我的阴谋就是你。没错，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尽我之所及，一往情深。深者可以。不要问我现在说什么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不只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是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。我不怕你现在不喜欢，甚至让我独自尝遍世间的苦，我心里还是想与你重逢。我现在身上只剩下三件事：爱你，爱你，你。说的是真的，真的。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我娘没有死？静儿，你的母亲已经死了。你以为我不想让你的母亲活过来吗？你知道我多后悔，当初死的人不是我吗？残骸给我。我知道，你一直为你母亲的死而自责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才没有死。你宁愿相信那个妖怪，也不愿意相信你的亲舅舅吗？你凭什么就相信我娘已经死了？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即使搭上无数条百姓的性命，你也执意如此吗？身负守护残片的重任，身负陈塘关无数条百姓的性命，我是不会让你拿走的。郑伦，哎呦，伤痕累累的。等一下，不是那是什么？别管了，我随着现在逃了。
明白。我不拿到了。拿到了。啊，你的呢？姐，还有我家那个，你要去仙湖那个地方，连仙家去也未必能讨到好处，让那个女妖去肯定办不到。谁说仙家办不到？我就一定办不到啊。怎么样，拿到了吗？啊，醒一下，兄弟！我是你的，不醒来会比较好的。是不是早就知道要是活不过来？如果我说能，你还会醒？不是。哦，那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你是不会骗我。其实你母亲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死了。一时却封不了我一世，待我恢复元神，
血洗陈塘关。面对自己的错误，尽全力去弥补，去承担，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应该做的。正需要做一个像你爹一样的英雄。邪归正，将功补过吧。一起逃！赶紧走吧！此信惹的祸我自己扛，你走吧。但是，城里还有百姓，你带他们出关。这老妖，我来对付他。
哎，我又有我上好一层关，十年的我要有人付出代价。做一个平凡的女子，陪伴在公子身，让你不再孤单。我修炼了数百年，却被凡人封印在地下数十年。报仇！我要杀人！子无乃新旧，可以照出人的贪嗔痴、真善美。倘若你的真心可以感动他，自然可以拿到残骸。你可曾有过善良之本心？可曾有过真心对待之人吗？本来都给你带吃的。哥，那你就是我的朋友。朋友？
物归原主，弟子未经允许擅自拿走昆仑山宝塔，望师父责罚。此塔助你收服妖虏，功过相抵，你起来吧。谢师父。你能拿百姓的危难建立在自己情感之上，此乃大义。您放心，为师定将此塔放入净化池里度化，望有朝一日他能投胎转世，重新做人。别追着我了，救命啊！赵伦，你走开！救命啊！站住，赵伦！哎呀，走开！救命啊！赵伦，你救救我呀！救命啊！赵伦，这个！我站住！我你占老娘的便宜还想跑？哎，大叔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！老娘真没有原谅你了。卷与缱绻，与你。